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尊。曾经我在《女面面具》那一部片说过，我很喜欢台音还有蟑螂。我最近买了宠物给你们看，这是我最近买的宠物。这不是重点。好，没错，我们接下来开始台音公仔。大家应该认识 V 加吧 ？Vocaloid 里面的软体初音，它的亚种亚北弱音、台音、腿音算吗？总之大概就是这几只。什么是亚种？你就理解成初音是他们妈妈就对了，他们的声音是初音改出来的。台湾也没有人在大量进货，所以我真的是到日本去买的，我等了超久，一个多月吧。不过到时候我们还是买到了，啊、超大箱。OK， 终于走了。以后我当总统，我就要创造出一个没有垃圾车的国家。每次都被他吵到，我说大家自己吃掉啊。我们是买了两只，海音目前有出过三款种类，大家最常见到的圆形海音圆形。我这边说一下，海音的兴趣是 cosplay， 而且是 cosplay 初音，我真的觉得这个。第二种类就是海音的蟹形，超大的哎。第三种类就是比较新的人是求人鱼纸飞机，那它是人形的。OK， 我们现在看我最期待的海音蟹形好了，我真的觉得这只很美。然后它有出很多种不同的形态，大家最常看到应该就是这一个形态，水手服形态，还有另一个就是黑色水手服。好像还有出别的喷漆版，是什么美国版的。我总之我还是买了这只我最看中的原型。这个箱子送过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吓到，因为它实在是有点太大了，跟我一样。也没有啦，我的又不是正方形。这些你要在台湾找，可能就找不太到了，除非你要找专人帮你代购。那时候去台北逛的时候，只有看到一只求人鱼纸飞机。OK， 我开了，神圣一刻。啊，我以为它是躺在里面的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开了，做真大哎！我梦寐以求的 BB 机终于到了。它大到有点塞不下一幕了。鸡爪，很多鸡爪。箱子要好好收着，箱子真的非常重要。海音的右手长得比较大只，跟招潮蟹一样。还有在座的各位男人。然后海音的左手就长得比较像鸡爪了，跟招潮蟹一样。还有在座的各位男人。其实海音就算不用底座也能站得算蛮稳的啦。哦，我感觉这底座特别高级哦。他送了一个环保吸管哎，你们最爱偷窥群体风光了，我知道，性感吧？把它装上哦，不行，我强壮的右手掉了，我后面插了一根铁杆，感觉很像国旗。这就是我们的海音蟹形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只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一只是25公分吧，在 PVC 界来说是很大只了，一般都在20公分左右而已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海音原型。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喜欢上海音，以前都觉得还蛮可怕的，突然有一天就觉得哎，好美哦。很喜欢它的外形，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吧。这个盒子还有特别帮它做外形，这就是里面的长相，很绿，我喜欢，很像蛇的鳞片，还有叶绿细胞。这只就是海音的原型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现今一大堆女生一直想要减肥，然后就变得这么瘦，四肢瘫软无力，都变骨头，然后都不吃东西，下颚都退化了，一直绝食，一直想要减肥，就会变得像这样子。好了，也挺美的。其实从这个角度看，它感觉有一种我想要吃牛肉饭啊的感觉。掉下去我就升天了！升天了！再给你们看一下群体风光，满足了吗？好容易跌倒啊，这个跟我的人生一样，真的做的都还蛮精细的。右眼跟左眼是不同的，他的右眼是异眼，连衣鱼也有做出来，只是那个衣鱼好像少了触角跟他的脚就是了，可能不好做吧，因为很容易断掉。背后一个很小很小的锁链，都做得很精细，真的很棒。我很喜欢昆虫这些刚毛。头发的飘逸感，些微的，有点觉得有点小粗糙就是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瑕不掩瑜。那个脚真的材质超棒的。圆形跟蟹形比起来的话，感觉就比较单调一些啊。蟹形真的是比较震撼力，耳机啊、牙齿啊什么的，都我很完整的把它做出来。尤其像这个领带，我也一直对它的领带很有意见。不给我扣好啊！不过也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是它的手，海音都没有一个正常的手，它连身体都不是正常的。总之它是一个机械体。海音圆形的左手就是骨头。你有看过如此修长的迷腿吗？不，你没有，因为这个腿比他的身体还长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海音公仔的开箱了。总之跟我想象中一样，他们真的很漂亮。我不知道怎么，我真的被这种很特殊的美给吸引到。你知道，读过设计，头脑都会变怪怪的，然后之后再去读自然组，头脑就真的坏掉了。这是一种美，就像蟑螂一样，就像跟蟑螂一样，怎样？大哥在看你啊，好不玩了、啊。他跟我的椅子有保护色哎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一下。那当然也要。
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右下角的喜欢。如果你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左下角的订阅。觉得这部影片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帮我按个下方的分享哦。OK， 各位观众，至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像有点看得到，但又看不到，这就是艺术。